全国乡亲，大家团结！我是市长，我伫台湾，咱台湾人，咱囝仔将来才有法法度生存。今日我无分语言，无分宗籍，无分咱性别习惯，咱共同的一个信念，就是讲，咱是爱好台湾，咱尊重台湾的性命，咱绝对无让某些咱的囝离台湾继续来遐个落去。九三年咧新这个啊武圣那边吼，真正嘛是一个料想未到，因为迄阵这个对决迄个气氛吼真怪。我是想讲，欢迎是救台湾，欢迎是救台湾。我会记得介是甲奥地这个妈祖吼，嘛拢请来吼，啊，佮有烧香啥啊，所以情绪上当然是真高亢吼。一群人冲去遐，本来搁要坐电梯，我会记哩，我坐电梯啊，雾红光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我们爬楼梯上去吼，啊，所以一群人敢那做成在约贼啊，还是要在那边拍火安尼吼，啊，足激动的迄个心情吼，敢那要去阻挡一个不公不义的代志来发生吼。在台队本来就在台队听，啊，有的是按外口讲入来，啊，有的人已经是在台队，啊，所以在看这个安保本来主持这个年尾和这个武圣通牒，阮当然是真热讲哦，因为外口人是用智慧的哦，所以这个啊，吴家辉提迄个足侪人智慧的迄个步冲入来的时阵哦。就聽說，啊，因為台隊還有一個黑道叫徐台星，哦，徐台星就跟吳家輝打起來，哦，那時候本來是在話說翻譯，哦，翻譯舊台灣，啊，到尾也可能，所以我們兩個記憶可能同樣，可能說家輝他受傷，啊，撞出來，啊，所以大家那時候覺得說，啊，這老火，啊，是不是我們衝進去了，我想那天我們如果沒話和平，啊，幾百個我們這翻譯的人進去了，哦，我想那個整個演變可能會完全不一樣。拜托，先过一下。